大家好，下面我讲解一下如何下载五六网的视频。打开一个在线播放视频，这里会出现一个视频地址，视频地址，把地址复制一下。下面呢，需要用到一个软件，叫电声 FLV 文件下载器。这个软件呢，可以到百度网输入关键词进行搜索。大家看到了吧？百度网上很多这个电视风下载器的下载地址，下载以后双击这个视频探测器，打开界面是这样的在这个地方呢，就粘贴一下刚才我们复制的地址，然后点开始捕捉底下呢会出现一个真实的这个FLV， 就是这个视频的真实下载地址。那么点鼠标右键点下载，然后点一下保存就可以把这个视频呢下载到自己电脑里面去下载以后的视频呢，可以用这个播放器进行播放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客户和我联系，我的客户号码是459827。